这一把，但是我下路很有可能会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劝过他们，不要直视我的光芒。可他们就是不听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世人都善变，弄观人间。总会有期限。我操，差点给我勾过去了。全军出击。一起看着世界毁灭吧。哦，他已经有触发，已经有了。高学成，没办法，玩 AD 的都这样的，是有修卡架，有那个修要秀的。火炬飞息，心火永存。就不相见，就不思念。
夜杀魔女，不要钱我都乐意干，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要。哎呦，我插一下，我整个要被喷了，我感觉这也能勾空。想要什么就拿，趁你还有机会。哎呦，我差一点 A 他一下，他也死了。我要完了，稳住啊，我们的 team 啊。其实这一波啊，我们辅助应该过来的，我有点危险的，但是他那边打野其实没什么危险啊 ，AD 辅助都漏了。但是不过我们打野刚刚好像四级。好像如果艾克去的话可能会杀，爱都有期限，路过人间在所难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太难玩了，其实正常机器人打希维尔其实就是很难打的，但我每次打个机器人都很惨，就这一盘稍微好一点。Killing spree.
哇，我这一波被打了好多经济回去啊。我也去上路吧，帮他把塔推了。这对面小规模抱团还可以的。回首往昔，骑士团所经之处，邪图魔物皆扬灰错误。一直在死呀，咱们现在施救时，人当自救。打野辅助跟着我打，很好打哦，拜托喽。曾经当空的烈阳，如今在我心中燃烧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That 节奏有点乱。燃烧吧，黄金的烽火。给他点燃点死，还行吧。他们只要跟着我这边打，我能输出的，而且我能骗他们很多技能。他们在别的地方打优势都没有的，还行吧。这波一换五呀，就很赚。
还存着，快点把这个打掉，快点打掉的话，战略点多少钱啊？还够的。算了，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买个绿叉。啊，没有战略点的吗？我傻逼了。哎，这个不是应该有战略点的吗？没有的。对面的我们不能吃吗？不科学。能挡水龙的喷的，不能挡。我操，终极苦力。两波团战直接带。